要是有真侪人要来甲伊反，伊毋则着去起一个声像，讲要来保护。吼、哦，所以伫这个1895年以后，日本人开始来统治台湾。第一件代志，这个台中这个城墙，也是讲老兵团伊当中所设立的迄个城墙，甲拆掉掉。拆掉以后，日本人则聘请苏格兰的技师来做规个台中这个所在的调查，看地势啊，甲比较讲，要安怎来甲台中建设做讲是一个上界现代化的先进的都市。所以，伫历代足好记的吼，为1900年开始，吼、哦，咱台中开始实施这个叫做都市改建吼、哦，也就是咱即摆实际讲都市计划啦，吼、哦，迄当中就开始实啊，100多年咧，拄啊足好记的，1900年开始实这个计划，啊，就不同时代有实几落届安尼吼，啊，所以咱的台中为这个火车站吼、哦，咱这个第二代、第三代火车站这个所在算起。咱甲看地图，哦，大家若各位兄弟可能讲，加减拢有去过日本的京都，吼、哦。咱若伫咱台中的古迹区内底咧行，感觉上有像伫京都咧行无？足像咧，吼、哦。你为迄个京都火车站行出来，啊，京都伊就是一个安尼四四角角的棋盘安尼吼，啊，就是一条、二条、三条安尼一直来到这个，来到这个。火车站的所在，后夜迄边吼，叫做九条、十条，伊拢讲十条大条通路安尼啦吼。啊，咱台中嘛是安尼啊，敢毋是？咱嘛是火车站铁吉啊路隔开，铁吉啊路以北吼，这边就足侪条，拢差不多那基盘安尼路就做起。啊，但毋是讲干那路甲开出来就有效，路甲开出来以后咧。爱阁配合，因为日本人去当初是聘请这苏格兰的技师来规划，要予伊有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都市咧，一定爱有这个卫生水道，吼、哦、啊！所以去当初，咱台中去当初就已经有规划这个水道水，吼、哦、水道水，也就是讲咱即摆这个台中一中的对面遐水源地迄个所在，吼、哦、啊！的确吼，咱。台中这个盆地实在是讲宝地啦，台中糖厂、帝国制糖厂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即卖迄个行政区哦，叫泉源里，吼，就是讲水泉咧泉出来所在，迄咱台中足侪河流啦，地下水啦、浮流啦、河流啦吼，咱这个水脉吼真充足，咱比如讲这个。藤枪迄块地流落，为地面安尼流落，一公尺就用流着泉水啊！哎，吼，100公分啦，你安尼甲流落吼，流100公分就流着泉水啊！咱这个水脉足非常的充足就对了吼。啊，所以尤其咱这个隔壁这边吼，就是普鲁家啦吼，这个游泳池家，这就是咱较早水源地，规片拢是哦，为这个。为这个金武路才算起，一直到这个，一直到迄个体育场遐，哦，迄个运动场，大运动场，这么大片，这片拢有在水源地哦，吼、哦，吼，啊，也就是讲，为这个所在开始去起造这个水道厂，哦，啊，先打一口真深的井，啊，起造一个水塔，啊，所以迄当阵台中就开始有水道水，哦，就有水道水。所以，安尼是毋是用讲是当迄个当当时全亚洲上界先进、上界进步的一个都市，就是伫咱台中。因为路也宽，后水道水，后啊，即个卫生设施拢有，搁有台中白衣，吼、哦，啊有铁街路，即拢有，吼、哦，即全部拢有。所以咱台中用讲是20世纪，吼、哦，20世纪初期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方式去规划出来的一个都市啦，吼、哦。所以，咱若咧讲小改的时阵吼，唔免讲，聊聊咧讲，啊，台中无啥物通介绍，台中通介绍足济哦。头拄啊，咱这个，咱的礼拜要开始进前吼，我拄啊为迄边呀，啊带囡仔行过来，拄啊撞到三个外国人伫遐。
哦，咱有诶兄弟有看啊，啊是，迄三个外国人，哎、欸，我著过去甲因打比赛吼，结果一拉，哎呦，我问讲，啊，请问恁倒来？伊讲，迄个带头迄个是老爸，伊讲，因为加拿大来，通常可能台湾人听到加拿大就想无讲，啊，当这是啥外国所在吼？加拿大就是即马。伫西班牙迄边，我若想要独立的迄个省啦，吼，因为因实在甲西班牙实在是无共民族，因有因家己的语言，有家己的风俗，家己的文化，吼，因是哥布里沙宗去予西班牙夹入去的吼，所以伊讲伊加拿大来，我一听就讲，哦，安尼即我若是真硬气的人，伊袂讲我是西班牙人，因為我是加拿大来。所以我就甲讲，啊，你甲阮同款吼，我是台湾，我都唔是中国，因为你嘛是中国，吼、哦，啊，所以，我就更加好奇，我问讲，哎、欸，啊，请问啊，你哪会想要来台中吼、哦？通常外国人来到台湾，哦，那不是走去台北，哦，就是去高雄，或者因为离机场拢国际机场拢较近嘛，吼、哦，或者是讲去爬关山，或者是去华莲的太鲁阁。真少，因为这嘛是我感觉讲，咱这点爱搁加强的所在，因为咱的迄个观光局吼，观光局对这点要无讲做甲真焦稳，啊，这嘛是我答应咱观光局长讲，伫这方面尽量甲到位，啊来培养咱搁较侪青年，搁较侪志工吼，愿意讲诶。会用当着任何外国人也好，任着拼咱本土人，但是外地来的，伊无对台中无讲介了解，咱拢有法度主动去甲人了解，吼、哦，大方甲行出去，啊嘴甲闭开甲讲话落吼，免、哦、讲看到，因为咱较早吼，较早即个教育吼、哦，注重的拢是讲叫咱爱，哦爱背册啊，啊落结果。咱培养足济朴素设施出来，意思就是讲拢足够科技的，哦，拢足够科技的。啊，但是真正讲而来，啊无请这个朴素来，你来甲这个外国朋友了解咱家己的故乡，哇，煞呾吊伊，呾吊伫遐的，啊，这，啊，明明英语会晓讲，啊，煞长了安尼，煞呾吊伫遐都讲袂出来，哦，啊，所以这点较欠费吼，因为我直接过遮个有诶外国人，我感觉讲，因诶教育内底吼，有一点我感觉讲真好诶所在是讲，诶、欸，你若甲伊讲，哎，啊无请你小解一下恁家己故乡好无？哇，伊讲甲足大方，真欢喜安尼。虽然伊诶故乡无一定讲有出啥物真有名诶文学家、音乐家啥，但是人伊嘛讲着因故乡诶，讲有哦，阮迄个砖头哦，阮有一间教堂吼，我偌水都偌水，安怎迄内底迄台管风琴声偌好咧，你嘛来听看卖安尼吼。人因家己会晓安尼去小解啊，对无？啊，咱台中的条件才好，哇！啊，结果咱家己青年煞拢，当着阿东阿叔拢煞点点啊，拢煞啾啾啊，无啥敢讲。伊则是讲，台中讲着台中，敢若想着讲。可能敢若珍珠奶茶靠啊，但是这点嘛是足重要，我嘛是时常甲真侪人讲，现出时吼，去到欧洲吼，去到哪讲英国吼，你去到北欧，去到德国的首都柏林，去到捷克的首都布拉哈，遐嘛拢有咧卖珍珠奶茶呢。啊，这珍珠奶茶你讲讲。问遐外国人讲，迄都有发明的，有诶知影，有诶知影讲台湾。啊，你讲，啊你敢知影台湾诶倒位啊？大家绝对毋知影啦，绝对毋知影讲伫台湾诶台中里中后壁迄间，伫遐发明出来。所以咱嘛是拢会用带遐诶外国朋友，或者是外地诶朋友，吼、哦，带咱台中里中后壁诶春水堂，吼、哦，伊诶涂骹即摆拢有彩排啊，拢空诶，哎，用个蛋甲空起来讲。这个珍珠奶茶的发源地就是伫咱遮，哦，这嘛是咱足好的一种咧小解的一种方式，吼、哦。啊，另外一点就是讲咱这个牛仔饼的产业啦，吼、哦。因为现此时台湾的政治上的首都是伫咧台北，吼、哦。但是咱台湾的这个牛仔饼的产业的首都咧，
就是伫咱台中，吼、哦。你讲全国的都市内底，要找倒一个都市有才调，讲逐年去举办迄个古阿饼的这个节日，无，敢若台中有这个才调，而且看出来超过将近要200间的这业者来摆摊，将近要200间呢。你现在倒一个台湾倒一个城市有法度安尼舞，台中才有法度呢，吼、哦。这嘛是讲，因为咱头先有甲大家报告过，因为这个万千年来，这个大甲溪固定在土石流安尼怎啊口舌对咱规个台中本地，所以咱台中的土壤吼、哦、是足肥的土壤，是乌色的黏土啦，吼、哦、乌色的黏土。啊，伫上是可能大家有印象，较早迄个教授已经过用啊，迄个。邦桥林家迄个林恒道教授吼，伊嘛是算网众啦吼。伊咧讲，其实恁台中吼，尤其是这个潭子丰源吼，这个所在，潭子丰源这个所在土特别肥，啊，所以差不多是1860年左右吼，迄、那个所在已经出现几落口大口罩，是好业人吼，伊毋是做官。因是因为移民来到为中国移民来到台湾，可能第五、第六人啊。啊，因为足困欠，所以土地愈来愈多。哦，啊，我若大个厝愈起愈大间吼、哦。所以因迄当阵起个迄吼，卖讲是古早，以即卖个眼光来看，嘛是豪宅。啊，三座即卖拢还伫个哦，伫咱这个潭子个啥物？在新山庄，吼、哦，啊！伫咱丰源三角啊，小云山庄、三角地，吼、哦，三角啊，小云山庄，吼、哦，啊，佫一座伫下口大湖地，这三座拢会用入去参观，还拢会用入去参观。迄卖讲古早，迄以即卖眼光来看，嘛是犹佫豪宅。即卖你有材料带迄种厝，迄绝对，迄财产拢真亿个，吼、哦，像安。我好朋友迄个，咱台南的昆明伯啊吼，伊讲，较早要咧做事的时阵啊，我伫遐咧敲头讲啊，代志遐侪钱都无遐侪吼，迄钱啦，我都像块土安尼越来越起安尼吼，唔着水土水啊越来越起在外好咧，哎，若即马有在了，带迄种厝的，我绝对嘛是拢好嘢人啊吼，啊所以，提供咱渐渐在甲人小解啦吼，提供小解咱台中其实有足侪种风险。啊，台中咱这个都市吼，的确是因为纵贯铁路开通，足贵个兴起来的都市。台中伫日本人倒来的时阵，迄当阵来人口调查，1896年的时阵，台中市的这个发源地啦吼，就是这个东大屯街，东大屯街伫倒位啊？就是即摆光复国小的迄个运动场遐升起，伊伫到这个光复国小、甲定青病院，啊，一直下过这个台湾大道，伊甲中山路、民族路这个区域，吼、哦，伫差不多讲伫平顶街甲三民路这个区域，这是清国时代或者东大屯街这个所在。啊，日本人迄当调查咧，就是讲咱台中市的发源地，迄当阵的人口，无讲寡，无讲真早哦，就安尼才百外年前尔吼，1890年，咱才到即摆才超100外通年尔吼。迄当阵人口偌济，互大家约看卖。3万，还阁有无？哦，那咧也是阿咧话计，3万还够，10万呐，10万对，还够无？10万等一下，等一下，还够无？别偷哦，15万，我甲大家下这报告，迄当阵人口吼，1400，有呀，1400，吼，同一个时阵，彰化县城吼，到清国时代，彰化县城，彰化市内底偌济人？14000人，哦，迄人口是台中的10倍呢。啊，罗大佑唱讲鹿港小镇，鹿港小镇吼，我的家乡是鹿港小镇。
鹿港小镇迄当阵偌济？就鹿港。鹿港迄当阵1892年的时候，人口17000人了。哦，哎，也大中也太济咧。啊，是安怎？咱大中即摆有法度拼过高雄？咱大中即人口偌济？278万呐。所以咱大中是全台湾人口成长上界快速的，就是大中市啊。哦，为1400人，伫短短100年来吼，一定成长到278万人啊。哦，啊原因伫倒？无啥物特殊的原因啊，啊，着交通便利啊，啊，这个所在天气真好。气候。啊，遮个住伫台中的人阁暖心暖心。大家都安尼袂讲去抗争啦吼，啊，遮着有影吼，咱讲较实在，咱较早国家的建设拢安那？重北轻南，望中部，对无？重北轻南，望中部。哎，迄个遮个钱吼，分落来以后，哦，当然拢建设台北啊，啊，分一寡来建设高雄，啊，来到台中的哇，无啊，啊好啊，准拄煞，好好着。啊，台中人那就拢袂生气啊，甲天气同款，拢足好个啊，啊好啦，啊快紧啦，啊都运气较歹，分较少啊吼，啊拄啊即届。是国家财政较无，啊，你怎啊转过吼？啊，咱安尼嘛拼来个第二大都市安尼，所以真正为遮咱嘛了解讲，人口的成长吼，迄袂好消哩啦。那像讲啊，这间餐厅就有影较好食，迄生意绝对好，迄袂好消哩。哦，你讲家己啥物做广告，真正好食，人客就一定来啦。啊，表示讲咱台中这个所在真好徛起，哦，啊，真适合人住。啊，所以安尼，咱即摆人口吼，一定成长来到超过278万啦，吼。啊，咱11月开始吼，咱要举办这个花圃，吼，这个是，伊讲讲咱台中的一个喜事啦。我讲啊，咱嫁查某囝安尼吼，要办喜事安尼吼，娶新妇嫁查某囝安尼。哦，这个花圃若办完吼，这真正咱台中吼会做一个会搁较大的一个进步吼。讲花圃名，迄个蝴蝶就来啊！你，就表示讲，咱这个所在真正真好啦吼。听说爱国讲话哩，一个有20分呢，要20分呢，要用讲20分，要20分呢，因为用讲咱台中用讲的太侪了。啊，所以我爱先问一下吼，啊，无惊超过时间耽误着大家听说吼。啊，也就是讲，咱台中现主是咱以台中公园来讲，哦，咱敢若一个台中公园通讲的就遐尔啊济，咱头先讲过已经有啥，咱的祖先吼伫遮徛起的4000年哦，迄无好笑，真正伫遮有溜出来，迄毋是讲啥物盘古开天那种用。什么？系啊，不是讲什么中国诶传说，讲什么盘古开天呐，啊，什么神农氏、伏羲氏吼，啊，什么燧人氏，啊，你拢看的？无啊，哦，啊，什么三皇五帝，哦，那边在那神，哇，诶，拍神哦，诶，你拢看到无啊？但是咱诶，拢较早叫人来背呢，但是咱诶教材有去变着这无？无去变着，无甲咱诶史实加工，咱大中公园内底。有留着4000年前，咱这个所在的祖先伫遮徛起，留着遐物件，啊，即摆拢收藏伫个台湾历史博物馆内底，每一间学校拢无编这个教材，吼、哦，阮后生是算较好有就听着，哈哈，所以咱家己先来编啦吼，啊，你再去家己来当初的教吼、哦，啊，所以这点哦，嘛是讲咱各位遐这，咱咧讲小解的时阵，咱会用安尼讲小解，吼、哦。所以这不是乌白讲哦，不是家己底下像韩国人安尼讲哦，孔子买因嘞，白龙尊买因嘞，啊卖讲后摆都是讲讲真乃买因嘞，有可能哦。咱无乌白讲哦，咱这是实在有根据的哦，咱不是讲乌白分家规吼。啊，伫这个所在哦，表示讲咱的祖先就知影讲这个所在真好徛起。若是讲等到这个落大雨，
哦，有做大水的时阵咧，伫这个所在，这个原住民，只要往迄个炮台山遐遐避就好啊。遐就真悬的，遐地势就算较悬的，所以袂去淹着水。啊，普通是因为人总是爱啉水嘛，爱用着水嘛，所以沥川为遮经过。啊，咱的祖先会伫这个所在来啉沥川的水，这是拢足合理的，哦，拢真合理，吼、哦。啊，所以讲，这个所在是自足早吼，四千年前、3500年前就已经有祖先伫遮咧徛起啊，吼、哦。啊，当然，真正讲，开始哈，咱若讲看迄个清国的时代吼，迄当阵迄个画家画着台中的图啦，都就是我头先讲的那画板啦，安尼吼，迄种用想象啊，大家要画一下，迄种无标准的地图。但是其中有一项美感，就是讲，迄当阵荷兰人吼，为台南开始要来向北发展的时阵，沿路吼为台南、嘉义、云林、彰化沿路安尼起来，沿路拢甲咱的平埔族的原住民用骗的啦吼，用骗的骗啥？要做贸易，啊，就是荷兰人。伊要叫咱的北部族的原住民替伊去拍啦，拍啥物动物？对，500块迄只，哦，500块迄只，哦，拍迄鹿啊，啊鹿啊咧，处理好以后，鹿啊肉拍做肉干，荷兰人甲卖对中国去，鹿啊皮荷兰人佫摕去卖予日本，啊，但是像讲安尼，迄、那个鹿啊皮吼，荷兰人是用啥？来甲咱的平埔族，来甲咱的这个原住民遮交换，伊是用啥来买？哦，就讲查某囡仔要化妆用镜，因为咱的祖先，咱遮原住民无咧用，唔知影啥都镜，用锣啊，吼、哦，或者是讲用帕拉有需要的火药，搁较含的玻璃珠啊，哦，咱国小的时阵拍伫遮咧耍咧叠珠啊安尼吼。用迄玻璃珠啊，啊，用安尼来换，一粒玻璃，反正一粒玻璃，一块鹿仔皮配着一粒玻璃珠啊，就解决。啊，但是一块鹿仔皮去到日本以后，卖予日本人啊用啥来买？一块金来买一张鹿仔皮哦，安尼荷兰人赚足济，哦，荷兰人是足好做生意的。啊，但是荷兰人。荷兰人伊是安怎遐爱趁钱，因为伊嘛不得已一定爱趁钱，因为荷兰人来占台湾的时代咧，因迄当阵拄啊好，因要独立建国的时代，就是荷兰本来是去予西班牙帝国高压统治的所在，因为着要独立建国，荷兰足足甲西班牙帝国扯拼几年，大家要要看卖。荷兰哦，荷兰即摆后日荷兰，足足甲西班牙帝国车拼80冬啊，战80冬，啊战争爱用啥？钱啊，钱啊，当然钱啊，战争无钱拢拍袂起来啊，对无？恁甲看哦 ，CNN 报道讲哦，美国特殊湾战争，啊一粒巡弋飞弹啊，十五飞过去拍迄伊拉克迄边。啊，咱看到爽爽对无？哇，镜头安尼看，一粒迄巡弋飞弹飞过，一粒就200万美金呢。啊，逐工安尼飞几粒去炸，迄逐工咧烧钱，迄真正咧烧钱的美金安尼吼，哪会民间信用安尼？去迄金炉顶安尼咧烧呢。啊，所以战争就是爱钱啊。啊，荷兰人伊就是用这个钱来支援伊的母国，去甲西班牙去吃饼。所以论真哦，我是用咧分析给荷兰人听哦。我讲恁荷兰恁有今仔日，恁实在爱感谢阮台湾的这个鹿啊。阮这500块可爱这个鹿啊，互恁拍死了了，就是咧赞助造成讲恁今仔日有法度独立建国成功的一个足大的原因。这不好笑呢，对不？啊，伫这个清国的图面顶画，有画着讲。咱的祖先的原住民伫台中这个所在，安怎咧拍啦？
赛牛车咧拍啦，唔是骑马咧拍啦哦，是赛牛车咧拍啦。这是真正有画出来吼、哦，就是讲，伫古早伫兵部族个时代吼，伫、哦、这个汉人还未开始来只侵略抢土地之前，咱个原住民咧，伫这个所在已经有咧拍啦，也就是讲。本来台中这个所在应该是有足侪树啊，吼、哦，樟啊啦、青啊啦，这拢是咱台中这个所在本来应该足侪所足侪种的树啊啦，吼、哦。啊，当然汉人开始入来以后，开始撮树啊，开始就讲好听，就开垦啦，其实是讲抢并无多的土地啦，吼、哦。啊，嘛因为安尼咧，造成讲咱中部地区的并无多。海线也好，中华这边，迄、那个丰原这边也好，无到尾也无法度，拢一直退入去到倒位啊，玻璃，拢退入去到玻璃。所以，咱有足济本来平埔族的这个地头名，即马伫玻璃拢看会到。比如讲，咱伫这个潭子吼，潭子这边，丰原潭子这边有啥物地头名？大南吗？阿里赛。哦，阿里赛伫倒，阿里赛就是伫潭子火车站后夜迄个山轮啊顶，迄、那个所在地头名叫阿里赛。嗯，阿伫玻璃毛这个名哦，哦来，阿个啥？欧胡兰，哦，咱的欧胡兰，咱的爱兰教会，较早叫做欧胡兰教会，这拢是平埔族的地名呢。哦，啊像咱的中部地区的这个教会，祖妈，咱的祖妈教会、大社教会，哦，案例，哦，案例，哦，这个一哥啦，吼，一哥宏源交流道都来迄个所在，哦，案例大社，哦，迄就是咱的中部地区所有教会的祖妈就伫遐，就是为了开拓出来，吼，哦，啊，就是讲安尼的一个状况，吼，咱的这个平埔族的土地渐渐啊拢去予汉人。骗去啦，啊，占去安尼啦吼、哦。啊，当然，因为咱的平埔族是属于讲这个母系社会吼、哦，所以讲母系社会内底，即个中国来的罗汉卡，我阿姨那甲这个平埔族的这个族囡仔有结婚的状况下咧，土地实际上就控制在伊手中啊。哦，表面上是太太土地，但是实际上。咧控制土地是这个查甫的啦，在中国来这罗汉卡哦，啊，这嘛是咱讲有长山讲无长山嘛，即句话哦，因为在中国来罗汉卡就是拢甲咱的平埔族的族囡啊通婚哦，啊用安尼手段来开始合法来取得这个土地所有权安尼啦吼、哦，啊，因为安尼，所以咱这个大家溪这边吼，迄当阵为中国来有一个张达京。哦，爱着去邀请其他六个，吼、哦，啊去甲这个平埔族的这个八节族，吼、哦，讲啊无安尼啦，恁这个平埔族恁较含慢开垦，啊，阮甲恁开这个水圳入来，啊，但是恁这个地就爱挂互阮，水恁两用，啊，但是地就爱挂互阮安尼吼，吼、哦，算讲挂地换水啦，吼、哦，啊，因为这个葫芦墩圳开通了。哦，咱这个所在的这个米牛生产量才规个蹭翻起来。哦，啊，就是咱头头讲到林仁大老师也讲，伊讲，伫这个大地主收地租的时代，吼、哦，一家东，吼、哦，一家地，台湾啊，尤其讲，比如讲北部地区，一家地可能收二十两的这个尺啊，吼、哦。普通啦，安尼算偷笑啊啦吼。但是咱台中地区、丰原、潭子地区，一家地用收偌济，大家要有看嘛。伫别个所在可能是啊收20两尔，咱丰原地区用收到100两。就是讲，你同一个时间内底，你投入较济努力，但是你若是土地是伫个丰原、潭子、台中地区的，你就较好运。哦，你唔拿家己食的饱，遐个米各样摕去卖予人，所以这嘛是讲造成讲咱台中这个，尤其丰原地区吼、哦，
伫差不多1850年开始有一款真好个个即个做穑人出现啦，大地主啊，后来变大地主吼，嘛因为安尼，即个好个人，因为伫古早即种封建时代，因个子弟吼，即个时势若讲要出头天。就是要去参加科举，参加这个中国传统的一种科举，啊，就要去读迄、那个，四书五经啊，读起来吼，读起来，迄讲的甲做的拢无同款的，迄种的，读起，读起，但是厝内拢在举低头的，拢在做事的，要安怎？哦，啊，就去聘请较有名的读册人来厝内教，啊，这个聘请这个先生来厝内教，家己师姐来教，吼、哦。有诶，较有北长诶，即个原话，啊无安尼啦，共镇仔内诶囡仔拢叫叫我来，来家己厝内对即个先生落去读，啊安尼落去读，哦，先生来啊，当然是爱皇帝啊，但是我相信各位兄弟嘛有即个经验，若讲干呐一直啉茶吼，啉久胃会做着。哈哈古早阁无真奶哦，因为干呐一直啉茶，啉久胃会做吼，哦，啊所以即个。大口找这好个人吼，就会交代厝内长工讲，哎，款一个啊点心来给这先生配茶。所以每一只大口找的只长工吼，都我爱去结头脑，爱去学诶。啊，伫咱这个农业社会，台湾无生产米粉哦，台湾迄当阵是无种麦啊诶，这米粉是要为中国来诶哦吼。所以米粉伫迄当阵算高级的食材哦吼。啊，佫另外一项麦芽，哦，这嘛算高级的食材。酥油就猪油啦，哦，农业社会猪油嘛算高级食材吼。用这三项落去敲落去做，所以做出来迄种饼，哦，做麦芽饼。啊，后来为丰原的社口迄边有一对姓林的翁仔某来到咱这个林宽路计公街迄搭开一间饼店，哦，叫做太阳洞饼店。因才为这个麦芽饼吼，啊，请这个阿明师讲，啊，无你照咱故乡迄种口味，你咱只生产这种麦芽饼，啊，因为因的店名叫做太阳洞饼行啊饼店，所以啊，生产出来这种麦芽饼，才甲改名改做讲，啊，无咱这种饼叫做太阳饼，哦，啊，后来就是对咱这个纵贯铁路开通，吼，啊，咱大家较早知影嘛吼，铁路。月台面顶拢有人伫遐咧卖便当吼，啊，就做卖一个啊单咯盘手安尼吼，啊，就是安尼太阳饼嘛，是因为安尼，才怎有法度摊甲全国，大家有想讲，去哦，你有要去台中哦，啊，你顺便甲我炸一下太阳饼回来安尼，吼，因为太阳饼吼一出台中以后，那像着招经理，都袂好食，吼，所以唔知各位兄弟有这种感觉无吼？你敢捌伫别个波头买过太阳饼？那像无吼，那像敢若台中有咧买太阳饼，你敢会专工走去新店讲，我要甲恁买太阳饼，新店人讲你三三，反正就无迄个物件，真正咱遮才有啦吼，迄变作讲咱台中地区的一个名产安尼啦吼。好，啊无我嘛大概时间差不多，我唔好甲大家占伤侪时间吼。啊，感谢各位兄弟，大家这么要专心来听，多谢大家，好，多谢。多谢啦，这有种 part one 吼，那就拢学迄个小徐长老。哎，啊，对，迄个时候最开始讲到恋爱时吼，啊，过啊呢生囝，过了过娶媳妇吼，介绍囝。啊，咱时间也够有啦，因为高老师既然伫咱台中吼。啊，英英，你若要听过我精彩，去活力咖啡店，伫个店内底吼，哦，活力咖啡厅遐内底吼，用啉咖啡，啊，佫会使听讲古吼，啊，伫遐有法度介绍欧洲的旅游，啊，最近伊带日本团，即个是十月，当时要去，十一月要日本的遐，哦，所以你看，你上网路看，足侪消息，啊，以前律师佮安国照聚啦吼，阮两大团。两大迄个做势力公众，请伊带阮去到维也纳吼，去到欧洲安尼。啊，人迄普通导游吼，我迄队是已经有诶啦，已经导游，但迄导游看伊去也很久嘞。哦，西工来啊！啊，阮未使分因学袂听咧，阮集团诶人吼，带阮去到遐莫扎特诶蒙地多，啊，迄个做
贝多芬的公主我拢用一朵花啊，都还在安尼归宿，你知影吼？真侪足水的迄景色，啊，大家拢甲导游带你去大所在看一下，问一下导游。啊，高老师带我进来去坐迄款因的捷运啦吼，啊，因的高铁啥，去过去啊，看真侪看袂到的吼。后盖有机会，伊会使阁甲咱分享。啊，台中这是拍得完哦，真正有影。啊，阁有拍土，啊，咱愈学愈深。啊，将来咱教会转型的时候，咱每一个拢是真好的导游啦吼。哎、欸、啊，徐、啊、光老师，啊，你画出来未？我拿画出来，你来提来咯。哎、哦欸，我今天心笑了。哎、欸、呀，咱、啊、的红包伫倒位啊？哈。哦，伫倒，你肯定在我们啊，我吃了。这我一点点都下来了，快进，快进。来来来。哎、欸，阿公，我过来奉献啦！啊，阿侬准备搁请一下呀？谢谢谢谢。来，阿过来说，谢谢哦。老师，你可以再接再接。来，来，打电话去啊，好不好？好。来，一二三，来一张，一二三。好。多谢谢，谢谢，感谢你，请拜谢，请拜谢。多谢。喂，老师，阿恁祝福谢哦。这高老师的，徐光老师的，早安来闭会，几顿？嗯，这摆个高老师说多谢哈，多谢多谢。这个高级需要你了哈。然后我那边做一个另外礼拜教会哈，真需要。啊，来咱同心来感谢，主感谢你，给阮组织做会。无论对你的话语会得到，或者是对你所敬选的子女的话语来得到，拢予阮用心力人，在阮的四散援助祝福阮。等下阮要开委员会，首先阮委员有够起来智慧来面对上帝所交托的，但阮安尼感谢祈祷，拢向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咱今仔日到这后，多谢吼，多谢，多谢，多谢。我较爱你呢，哈哈哈哈哈！你几岁啊？先七岁，啊，今仔有时间去周围。都想要走，还有这个白用，我们几位姐妹在那边。好，不要，不要，大勇，我一定要走。哎呀，可能爱老贵贵啊！大勇，一年级、二年级，哎，二年级要用，还要毛手要用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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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哦，恁去倒位啊？哦，迄个嘿，咱去位那就烂地。太了去啊！不要不要，快紧放！那个迄个，你爱再买过去给你。这里不拉的，我们交通。你爸爸都要红绿灯牌哦，这个真贵。